Magic Show， 综艺大哥大 Part Four。各位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把我们三个安排在这儿啊！年度最佳近距离魔术师，为什么我可以得到这个奖项？因为我异于常人，而且异于其他的魔术师。很多魔术师表演魔术呢，需要用到很多灵巧的手法跟华丽的道具。嗯，但今天呢，我要跟各位示范的是，很多魔术师不需要用各种手法和道具，用的是大脑的力量。这个在魔术的领域里面呢，我们称为 mentalism， 心灵术，包括了透视、读心、预测未来、降临这一类的东西。首先要示范的呢是读心术，好，用到的东西很简单，信封、记事本跟笔而已。好，我先说明一下，很多人表演读心术呢，是魔术师去猜观众心里在想什么。随着时代已经过去，现在已经不一样了。今天我要示范是让观众来猜我在想什么。反向操作。反向操作。嗯。首先，我要请现场这么多观众里面选一个出来。但是呢，如果直接挑，大家觉得我们串通过，他当然知道我在想什么，因为我们串通过。所以呢，我要用完全 random 的方式找出来，丢球。纪元慧，你拿这个。好，我数到三就往后面丢。好，尽量丢远一点。好，你看他们多兴奋。好踊跃哦。丢到那个观众站起来，我要跟他做心灵上的交流。OK， 拿着，数到三来哈。好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小姐，不要动。还抢的吧？不要动，就站在那边。是抢的。好，就站在那边就好，不要动哦。首先，我要写下一个东西。好，写完之后我把它封起来，折起来，好，折起来，什么啊？放到信封里面。所以都没有人知道写什么，没有人知道写什么，他自己知道而已，没有看到。放到里面去，放到里面去，封起来之后呢，放在这里，证明没有人会动过它。你们大家都要看着，我不会去动它。OK， 好。所以里面呢，现在我写了一个英文字母在里面。英文字母。全世界除了我自己之外，没有人知道这英文字母是什么。好，现在我要这位小姐呢猜，我心里想的英文字母是什么？刚才写的。好，先不要说，仔细先看着我的眼睛。现在我要把我的思想直接灌输到你的大脑里面去。好用力啊，用力的灌输给他。我弹一下我的手指，你脑袋中画过去的第一个英文字母，你把它念出来，好不好？预备，开始。S Superman 的 S，Superman 的 S。我请问你，我们在今天以前，我们有见过面吗？没有。我们今天第一次碰面，他也是随便，不可能对我乱丢的，乱丢球丢到的，乱丢的，绝对不可能任何串通的嫌疑，是没有办法。从头到尾，这个信封都在这边，大家都可以作证，我没有去碰过他。对。好，仔细看，仔细看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打开来，念出来上面写的是什么？好紧张哦！到底是不是？
接下来这个呢，对魔术师来讲是基本常识，但各位可能不知道，这种扑克牌我们叫它 bicycle 扑克牌，嗯，脚踏车牌是脚踏车牌，有人叫它单车牌，这在我们最好用，因为这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赌场里面专用的扑克牌。哦，所以我们在赌场很多参赛者啊，或者我本人很多魔术师都专门用这种扑克牌来表演扑克牌魔术。好，这个扑克牌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它的鬼牌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鬼牌在这里。哦，你看到鬼牌上面写的什么？小花 Joker。不是，下面 Guarantee。Guarantee。对，意思是品质保证。对，保证。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个扑克牌如果任何的损伤。印刷错误、破损什么东西的，你只要把这个 guarantee 的 joker 寄去给这个公司，他就会寄人家新的牌给你。啊，售后服务非常好，所以通常这个牌买来，我一定会先把它收起来，对，就跟保证书一样，保证的保存的很好，好放到里面去，好，因为要保存的非常好，好，然后又捡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好，所以。接下来表演魔术之前呢，我一定要把它保存好，免得等下出现了什么损伤。好，放在这里。接下来，伸出一只手指头。哇哦，好漂亮！自己画的。真的吗？哇！摸一张牌，温柔一点。好，压在桌上就好，先不要看。好，一只手指头。好，轻轻的摸一张牌。好，放在桌上就好。所有的牌都不一样，你们选到了两张牌，对吗？好，我刚才说过，扑克牌有任何损伤，把 Joker 寄回去，他就会寄给你一张新的牌。嗯，好，问题来了， Joker 只有一张，如果我两张牌损坏了怎么办？我曾经做过这个实验，先看你们选到什么牌，黑桃 K， 方块六，好。遇到这种情况呢，通常我唯一会采取的措施呢，同样是把 Joker 寄回去，但是我会把它撕成两半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这样我就有两张。可以这样吗？可以吗？我们现在直接做个实验试试看。好，我们把它撕成两张，像这样子。好，撕成两张。所以呢，一边会有半张。对。对吗？然后另外一半呢，在这里。好，完全是两半。好，然后当然信封我当然没有任何问题。对，没有，好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好，如果有两张牌损坏，你们选的牌损坏了，我把一张 Joker 寄回去，拿回来撕成两半，各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？各位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我们先看一下，它是完全吻合，所以一张牌撕开来的。对，它本来就是一张 Joker 撕开来的，对吗？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